不用那个快条的，人死了没有拿那个快条的，全部用手抓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像这个水的话，你怎么喝啊？水呀、啊，嗯，水那拿那个杯，那个他们那个拿那个杯啊，弄这样拿杯，弄这样喝。来，给他一个杯子示范，给那个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啊。哦，开始那。现在水就有个客套的问题啊，问那些伢子们，问题是啊。你刚，你拿这个杯子拿起来以后，你用你的眼睛看这儿就没有杯子了，没有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活人看这个杯子还在这儿，啊，是不是？你去拿这个杯子，一拿起来，用你的眼睛看，这个杯子就没有了，那就杯子也有杯子的灵魂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对吗？是。你拿起来然后喝了以后，你感觉那个水就减少了。是啊。那喝完了以后，你还放回原来的地方吗？放啊，就全部放那里。还放在那儿。嗯，那你住的这段时间人吧，你看啊，你既然有吃就有吃喝拉撒嘛，没有人光吃不拉的，你吃下去这个饭，你还喝了水，要不要上洗手间？你肯定要上的啊。哦，那你上洗手间也上他们的洗手间吗？腾一个厕所是吧？嗯，是上洗手间哈。那一天一次吗？也是一天了啊。啊，是一天就跟活人一样，嗯，大小便跟活人一样，是吧？是。啊，我在平阳已经访问到了，大小便跟活人一样，而且也害羞，是吧？也找个没人的时候，是吧？是。啊，大小便。两天的，那我再问一下，就是那你闻到自己拉出来的粑粑臭不臭啊？也臭吗？是。也是臭的啊，跟活人一样。啊，也臭的啊！那你闻着活人拉的粑粑臭，还是你拉的粑粑臭？对比，就是你对比想一想，那个活人拉的粑粑也臭吗？你也闻到了？闻到了。也能闻到活人的粑粑臭啊！嗯，你自己的也臭。是。哪个更臭啊？感觉。都臭啊。是。差不多。差不多了。啊，都是臭的啊。嗯，好。这是事实，我在平遥见得多了就不怪了，哎，我访问了80个人了，在平遥，湖南访问了80个人了。对。啊，好，那你这个能力当时就说这个，有没有这个就是开门的能力？能不能把门推开呀、啊？没有。推不开。嗯。哦、啊，推不开吗？嗯，本行我冷了，那个冷了就放个门关，就能开多。就是别人把门关上，你打不开。本不那行贵哦，那行多，行多，人家说能开喽。嗯，就是别人。那行那，嗯，那种门的开不行的。那有的门可以打开，不带锁的可以打开。是要。那你是有能力的。就是全行全部分行大都行，然后有那些大都行。把那个家伙过来的。